哎，这儿的小朋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去送送张？他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啊？他今天要走了，就是一会儿的车，在南站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咱着急没戴头盔，等追到小贾，咱们就去交通队认罚。好，交通安全无小事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我说，妹子，我一定给你把他追上啊！蒋正涵，你说这小子他是不是瞎呀？你这么好，他把你给丢下了。蒋正涵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为什么要退学啊？你把窗子打开。蒋正涵，蒋正涵，你不是说好一言为定的吗？一言为定的意思就是不能反悔。蒋正涵，把窗户给我打开。哎，你别走，好不好？夏林心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蒋正涵，赶紧回去。这个，既然你喜欢，送你了。这么大方？你不是说喜欢吗？你许个愿望，看他能不能帮你实现。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别幼稚了，行吗？我之前许你考试顺利，但是我现在许你下来留下来。小子，你留下来。小子，蒋正涵，你留下来。留下来，不要走，你留下来。你一点都不幼稚，快下来！是我不肯服输又顽固，这样的我不能再耽误你。希望你高考顺利，前程似锦。我们清大的约定我会永远记得，希望还能再见。谢谢你。